目前我们已经治愈出院的患者均严格按照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出院诊断标准进行评定，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体温恢复正常三天以上；二是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三是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四是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检测阴性，采样间隔时间至少一天；无症状感染者严格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控联防机制印发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管理规范的标准解除医学观察。已出院的确诊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还将继续不少于14天的医学观察，并定期随访复诊。